我大陸時間都是學醫做醫嚇，就1977年就喺雲頭含廿一座，之後政府拆咗廉租屋啲樓咧，我就開始封院讀書。我差不多做35年以上嘅啦，一路都做中醫。讀書呢度嚟講咧，就係咩人都有嚟過呢度，有錢佬有嚟過啦，窮人佬有嚟過啦，明星都有嚟過。嗰個女人就40幾歲啦，未有 B B 仔嘅，結咗婚都20幾年嘅啦嚇，佢就打定輸數嘅，諗住之後就係開始食中藥咯，都要食咗有60幾包茶以上，跟住生咗一個男丁，男丁就好開心啊！行醫咧冇諗住賺錢，賺錢算係賺，不過就係賺到其所，而醫做醫生啲人有啲醫德先得。我應該2008年啦。參加領會嘅商會學堂，都學到出邊人啲好嘅經驗啊，做生意嘅經驗啊嚇。而家我哋啊主要係入多啲貨，買平啲，仲有啲燈光照明好啲，遲啲可能諗住多啲宣傳。我睇呢個學堂都好成功嘅，應該繼續。我遲啲可能仲會聽下。